前面啊写着2019花莲太平洋花彩节，这个雷射光好奇花哦，夜店是带有的花莲，前面有个雅琪亚哎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要上场表演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无聊。这个舞台好多花朵，特别是有很多的金针花呢，哈哈。咦，还有不同颜色，好特别哦。哎呦，好玩哦，超好玩的，好幼稚的人哦，有个怪姐姐在这这样。好缤纷的光海，这个好像万花筒来着，好亮哦！我跟他们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现在我在花莲东大门福丁夜市，来朝圣一下这里必逛的夜市。好，现在就带大家来逛逛这里的夜市。现在是下雨天哦，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摊贩。这好酷啊，射箭游戏。下雨送雨衣。下雨送雨衣。好好玩哦，超酷的。这个是垃圾桶哎，好缤纷的垃圾桶哦，像是许愿的还是什么什么的东西，不像是垃圾桶。这里还有光电攀岩场哦。有这个夜市消费抵用券，你们看过吗？如果在花莲没有用完的话，全省的夜市都可以使用哦。非常会放。这里的街头艺人品质非常高，灯火都不是盖的。笨骚桶，哇，这个舞台的也超会唱的哎，不愧是花莲。这里啊有原住民一条街，它的指标左边是原住民一条街，然后右边是自强夜市。它这里就是有一些什么山猪肉啊，还有一些什么，看不起来好像差不多，好像没有特别原住民的感觉。好多酸菜哦，这个好可爱，三角蕨。木鳖果我上次有吃过，去台东吃过，然后这个没吃过，然后这个也还没吃过，这个香菇超大的哎，好可爱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之前来这个夜市有找到这个全素的红油抄手，它很酷哦，它是唯一一家素食的有扁食类的花莲在地的小吃，所以如果跟我一样吃素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找它。好可爱哦，这个是洛神花哎。是洛神花，然后会变这样。这里的特色是走到哪唱到哪，到哪都是露天演唱会哦。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强夜市，很神奇。它这里就是有分类，它分了就是刚刚那个福丁夜市，然后走进来之后呢，它又分为原住一条街，又分为自强夜市，然后看后面这里又分为各省一条街，好复杂哦，跟我之前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但事实上你逛的时候，你觉得每一条街都差不多。太棒了，这家有素的润饼可以选。来到这个夜市必吃的蒋家棺材板，那它也有素食的选项哦。这家超酷的，内用红茶还有奶茶是免费的，太大心了吧！都是这一位，它的这个棺材板，它的吐司一定要炸成这样子，你看酥酥脆脆金黄的样子，然后里面是一张玉米沙拉，差不多意思，反正就是奶蛋素的选项。我们现在吃一个看看。很像那个后置的法国芝士，然后有那个蛋的肉，因为它都是果蛋，很松软，但我还没吃到料。它这个沙拉是冷的，而且它就是热的跟冷的，然后上面有一些高丽菜丝的口感，这样子勾搭哦。然后喝茶免费，好划算，我推荐你要不要？这料蛮多的，好扎实。我之前来都要排队，今天还好，今天人比较没那么多。这个是各省一条街，好想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取名字哦。这家店好香哦，满满的木雕制品。这家店我很喜欢，这样就非常有原住民风情，很多一些原住民的制品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喂鱼的游戏吗？捏捏鱼，好可爱的东西哦。这好触鼻哦，是弹弓游戏，上面有好多的，对，很特别。哦，这家生意好好哦，他有卖那个耶，竹筒饭，还有烤麻鸡，
还有什么马告，一个叫都论，然后是阿美族的麻薯，它有超多口味的，然后一个20块，然后这个有竹筒饭，它有分甜的跟咸的，原味跟甜的都是素食可以吃的。然后我刚刚还点了一个麻吉，这个麻吉很酷哦，张麻薯，哦还有超酷的，这是张麻吉巧克力的，好可爱耶。花莲夜市好先进哦，它有这样子的支付平台的机器哦，你可以来做下单。它的支付平台超多超多，这家店也是我每次来都必买必吃。可是它现在有新口味了，这边是巧克力口味的麻薯，叫张麻薯。你看它是不是很可口的样子？而且好香哦，我要来吃吃看。然后我要变成张小雨。每样巧克力口味的乖乖，巧克力下重本。它不只是颗粒哦，巧克力酱也很多，然后它的麻薯本身也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好好吃哦。没有这句话，原住民的服饰好应景哦。你看连韩国人都来这边旅游，你就知道花莲的魅力啊，是不是无法挡。整排的计程车可以坐车，然后对面啊，它是儿童的，儿童的儿童乐园，好绕口，反正就是儿童的很爱的小世界就对了，里面有一些游乐设施可以去玩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花莲市的百年老街商圈，在这个地方各式的名菜全部都买得到哦，像是真菌麻薯、回蓝薯糕，还有得力豆干，全部通通都有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吃剥皮辣椒，它也有。因阿郎唔通安尼啦，跟到来，跟到来，跟到来，危险哦，危险。这里是旧铁道行人徒步区，规划的不错，也是有一种夜市的 style。我现在走在旧铁道，嘟嘟，请枪，请枪。来，现在来到了花莲最有名的公认包子，也是来到这里必吃的美食，也超酷的，连富平娜都有送。这个旁边啊，也是必买必喝的花莲方馆红茶。现在是晚上的七星潭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星星哦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，准备要休息了。我现在要准备灌洗。听到海浪的声音，好清楚，好清楚哦。而且外面有一个唱歌。耶、yeah, 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了。今天真的是超级充实的一天。以上就是我的花莲景点一日游日记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下集哦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